噪音广播现在开始啦！还是甜甜甜甜甜。那个我说我说我说各位学员大家好，我是你们今天的广播员王一金儿。王一金儿，王一金儿。对，春天是收获的季节，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。下面我们广播两则失物招领。第一条，失物人刘梦。下面通过 VCR 还原一下当时的状态。烦死我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啊！乱拿东西，谁拿错啊？我的衣服是 S 码，而不是 M 码，乱拿，讨厌死我！一锦，你帮我一下哦，找到跟我说。好像有吗？好像，好像，太像了。请拿错刘梦训练服的学员迅速归还，口袋里有一双增高鞋垫。衣服可以不用还，鞋垫必须还，谢谢。职业护从。好，下面播报第二条，失物人刘仙宁。通过 VCR 还原当时的状态。仙宁要被学了。刘仙宁完了完了，他学刘仙宁巨像。我看看。烦我怎么找不到，哎呦我找遍了，我都需要啊，唱歌跳舞都一样，没有，不是啊，我 MP3 就放在那个洗手台上找不到，烦。看你声音都是像的，太像了，好像声音比较太像了。请看到刘仙宁 MP3 的学员放到失物招领处，在线等，挺急的，谢谢。然后下面广播一则通知，各位学员从今日起餐厅只供应沙拉健身餐，请各位学员酌量拿取，一人一份。体重日渐飙升的学员心里有点那啥数。田金凡别笑，说的就是你。又是我，天气完全被 Q 进。好，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，祝大家天天有一个好心情。结束了。我什么时候这样了？你怎么不是这样呢？像吗？你们觉得像不像？像。刘梦像不像？像。烦死我！谁说我这样啊？我打你了。好像啊。哪里是这样啊，乱搞头，搞头，搞头，太像了，太像了，天哪，没有那么嗲啦，有有有没有，你们说有没有？有吧，真的有那么嗲吗？真的有。刘梦你试一下，你还原一下原本的样子。烦死了，我都找不到，我都找不到。不是这样的吧？他还会上去打你，哎呦烦死了！这扭两下，真的很厉害。但是我真的 get 不到你模仿我真的像吗？像。我还原一下，我真的觉得我不像。我 MP3 丢了 ，MP3 丢了，是不是一毛一样？太像了。你再讲一句。哎呀好烦呐、啊、哎呀好烦呐、啊、哎呀好烦、啊、传神，哎上绝了绝了，他才是创造营模仿第一人。我也掌握了他的精髓。我记得好多人都会模仿我。对，是的，没错没错，刘仙宁，刘仙宁，大家都会模仿你。来来，西林，你模仿一下我破音。这每次饭来了，他就饭来了，不是饭来，糯米鸡，啊，哪有这样？
我再给你演一遍。哎，刘星星吃饭了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走啊走啊，吃饭一个音调，走啊，一起吃饭啊！我真的这样的吗？重点是他还跟我说啊，我来这个节目之前，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说话破音啊。好像哦，他学的最像。对。哎呦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说话破音，真的，我来这里才知道我说话破音。我跟你说，我本来不是这样的，真的不，你不用用质疑的眼神看着我，我说话真的不是这样的。你好，我是好好榜样的训练生刘先宁。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哎呀，招牌动作呀，破音吗？对不起，我再说一遍。不是破音，这是颤音，懂吗？颤音。好的，高级。我可以让你们模仿我，但是最好不要超越我。不可能，超越不了，超越不了。哎，我真的我要唱 rap 了。你是 rap 破，我是 rap 破 rap 破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